能说话不善于表达，所以要练，是不是？对。咋就意识到不能说话了？我意识到那个女孩子必须得有沟通，如果没有沟通不行，必须得说话。你看正好可以跟女孩沟通一下，看看好不好沟通。四号小胖，对，小伙，你说我胖吗？不胖啊，谁说胖的？老多人都说我胖了呢。在我眼里不胖。在你眼里咋样啊？在我眼里你属于是不胖的，是肥。在我眼里你是属于是不属于胖，属于是那个臃那个属于是臃肿的意思。不是臃肿的，不是臃肿。这一个比个到位呀、啊，你行啊。王哥，你先来呗。老胖那儿我刚给你搞定，小胖这儿你又调解火来了，还让我去解决。王哥教你一招，跟女孩的沟通，如果说话题接不上了，特别简单啊，教你第一招秘籍，反问他，你说的，来试试，试试。你感觉你现在的身材好看吗？我让你说呢，在我眼里，你的身材是非常好看的。多好看呢？比如像天仙一般。你眼神可能有点问题。